Hello, Hello， 我是慕尼。今天呢，我们要来出水队的天赋符文搭配教学啦。那因为之前有人在留言区有问到嘛，没问题，我们就出给大家看。那在出这个天赋符文教学之前，请让我先跟大家讲一点符文的观念哦。可以看到我们符文这里其实有六格，没错，我们目前一只角色最多就是可以携带六种技能。那这左边的四个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符文去给它弄出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洗出来的技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那有可能你会洗出来一个或者是两个，所以要把它洗到刚刚好都是自己想要的，其实是还蛮困难的。那比较特别的是，在我们右边天赋技能这里，我们是可以使用符石。哦，就是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们要哪个技能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则影片呢，会告诉大家说，核心技能是什么？那如果你们在左边这里没有给它洗到的话，你是可以把它在右边的天赋技能这里给它弄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犯的错误哦，就是说，慕尼这个初阶魔镰或者是中阶迅捷，我觉得他们好强哦。那如果我都全部放一样的，或者是每个都放不一样的，会不会说效果就更强啊？哦，答案是不会哦。所以你这个后面如果有个技能名称啊，你在这六个当中已经出现过一次了，那拜托你不要再放一样的东西了，因为它只会取最高阶的，效果是不会叠加上去的，只会选最好的那一个。那基本上我们的天赋符文概念已经说完了，就赶快来推荐大家我魔女心地可以带什么吧。那技能的话，我们这只角色就是控场角，各位是不必去特别撑攻击的。符文的基本数值我们可以选择携带速度或生命，那我们会推荐大家魔女心地可以携带迅捷、魔镰、控制、减速、进化、庇护，其中呢迅捷以及魔镰是比较稀有程度高的，那希望大家可以优先升级，是魔女心地的核心。其他的话像是控制减速是可以让魔女心地主动技魔法流星以及必杀技冰晶盛宴命中几率更加提升的。那至于进化跟庇护呢，是增加我们魔女心地的自保性哦。接着化灵玻璃，这只就是水队魔法伤害主 C 哦。那必杀技神笔巨鲸它是可以降爆伤，主动技化龙点睛可以控场。在纯水队里，化灵玻璃本身技能是有大幅度的爆伤加成的，所以它是一个天生的打手。天赋符文呢就以攻击为主。那符文的基本数值，我是建议大家两颗都选择塞攻击，塞好塞满。那化灵玻璃适合携带的技能就是穿透、魔镰、爆伤、爆绿、魔力、波动，其中呢以穿透跟魔镰为它的天赋技能核心，剩下四个就是选择爆伤、爆绿、魔力、波动。如果你是想要特别强化技能命中率的话，你可以再把波动换成精准哦。再来刀锋吉娜，它是水队里的刺客主 C 哦，技能组呢是非常针对辅助，所以符文的话我们一样选择两颗都塞攻击。那刀锋吉娜适合带的六个技能是穿透、连击、爆绿、爆伤、战力、压制。那核心的技能是穿透跟连击哦。那选择战力跟压制的话，是为了继续强化输出哦。再来白雪幽丽，非常多人在练的主 C 哦。那技能里除了回血，还有自保技能，所以请放心直撑攻击就对了。那白雪幽丽适合带的六种技能是穿透、连击、爆伤、爆绿、战力、精准。那穿透跟连击是白雪游历的核心技能哦。那比较暴力的话，你就是可以把精准换成抹杀，去拼一个物理暴击就能追加攻击。那基本上输出型的神话角色已经结束了，这里简单小概念分享一下。虽然输出型的在前中期把精准换成其他技能，可能可以打出更多伤害，但到了中后期，大家练度起来就会很需要带上精准去增加命中率哦。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直上。精准虽然没有伤害这么暴力，但是你可以省下蛮多的资源哦。再来是海王川盾，水队目前唯一主力坦克，技能组是会反伤嘲讽分摊伤害哦。那坦克的天赋技能相对算好养成的哦。那海王川盾适合大家携带的六种技能是魔抗、物抗、庇护、驱散、免伤、戒律，其中魔抗跟物抗算是海王川盾的核心技能哦。因为水队本身没有降疗效果，所以这里携带戒律，让海王川盾反伤的时候去几率性挂伤。
上，降疗效果虽然升满只有 36%， 但是只要挂上呢，就会让水队舒适很多。针对一些高回复的阵容，还是有不错的效用哦。最后就是海螺公主水队最强补师哦，那技能可以控场补血，还有隔挡盾。那符文的话，两颗我是建议把速度给它塞满。那海螺公主适合携带的六个技能是迅捷、庇护、抗爆、明镜、磨练、生机。其中迅捷跟庇护是海螺公主的核心技能哦。那迅捷是用来提升速度使用，庇护是用来维持血线。那明镜跟生机呢，是用来让队伍维持更多的血量优势哦。磨练的话，你是可以去拼技能再次释放哦。如果刚好触发到这磨练技能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哦。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次水队六只神话角色天赋符文搭配。这里要说一下，影片里只要有提到核心，就是建议大家用右侧的天赋技能直接去升级的哦。如果放在符文里去洗核心技能，是要花非常多资源的。每只角色目前就是开放同时携带六种技能，单一角色有重复技能名称的话，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就是取技能最高哦，并且呢它不会叠加哦，请大家要多加注意。基本上我只推荐大家先把角色核心技能练出来为优先哦，不管你是要从左边的洗技能，或者是从右边的腐蚀直接升上去，只要你能够先升出主要的核心技能，能不能顺利做出六种都是我们想要的技能呢？这个就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哦。那除了要支援以外，还要有过人的运气才可以哦。不要太执着于完美，因为一个队伍里面有五只角色，可以先以每只角色有两个以上核心技能为优先，慢慢再去洗技能，其实会比较好哦。那以上呢就是这次水队核心角色符文天赋搭配分享啦，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是慕尼，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